近点来人狗蛋取得开门红，连神拉出甩墙击杀，迅速预瞄瞬间击毙，不到一秒再杀一人。近点还有人中枪晃枪直被二狗抢杀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美滋滋，我是沈万基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ESC 对战鹦鹉，主角是咱们全能战神，也有人称炼神，枪法身法与意识三者完美合一，地图是 Tustin。 此时阵型仍然是默认上次直奔匪厅，来到小中路爆闪过后迅速探出，果然有人甩枪多发带走，此刻要小心菊花的偷袭。玉苗海景窗突然来人晃枪击杀，这意识与枪法完美同步，可惜狗蛋与二狗相继身亡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再次返回祸不单行，奶狗也嗝屁，恩神在等狗圣前来汇合，突然狗圣也驾河西去，变成了孤寡老人，枪口瞄准逼迫，突然枪响，受其身亡。对方 N5 也是名声大噪的世界强队，此时阵型已逼死，快速扔出擦墙300中路，闪出急速点射击杀，突然爆闪，同时狂冲三者再击毙，迅速上中路，来到过路房先查看周边情况。狗蛋也击杀一人出来下枪，警家突然爆闪逼区的回防已在近点， C4 已经安装，伴随死神突然闪出击毙，来到二楼查看一番，与狗蛋一起来到警家，捡起了狙击。在返回查看包点时，二狗击杀最后一人，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已逼死，直奔二楼跳海景窗，进步来到小中路，飞厅没有人及时通知队友，还是不放心，打算前去查看。雷波已打响，双方一换一，偷袭奇菊花为最佳时机，发现下水道已破， C4 已经安装，二狗正在架枪准备上一波，此刻奶狗也回防，突然二狗隔壁真身及时补枪击杀，同时奶狗也刮老抻，情况不容乐观，此刻死角有转弯查看，又突然甩枪击毙，不到 0.1 秒又爆头一人，再出来时被补枪身亡，阴神已经尽力了，此时阵型已逼死，直跳海景窗，中路已经交火，狗蛋连杀两人，竟把二狗也送上路，阴神迅速击杀对方，直接封印，狗蛋也身亡，连续扔出三次，快速出匪兵，立即避闪，同时也要注意中路，来到中路查看横行道，不确定一区是否有人，也得注意安全，突然奶狗嗝屁，此时要小心匪厅的偷袭，蹲下架枪，仍然没看到动静，打算前去广场查看一番，果然有人甩枪没中，及时退回，再次返回查看，
闪出晃翔击杀。土匪探墨迹在返回时甩墙又击毙。令神索性蹲下架墙点射三杀到手下极限。